小的时候其实最在意的几件事就是抱着我奶奶的衣服，就是我小时候用到现在二十几年的羽绒衣，不要觉得我很恶心，我真的很努力想要换掉它。我不得不说，你那个枕头大概比我的床脏一万倍吧？因为这样才会有那个阿妈的回忆呀。好了，但现在床上都还放着，就是会放着我阿妈的衣服哎。你该不会床底下是阿妈吧？太可怕了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